先吃一口菜，大头吃菜。我觉得我肯定很适合当吃播，因为我吃饭很香。我都觉得我吃饭很香。不过他们家应该出一个那种只有鸡胗跟那个酸萝卜，虽然它拌的是香，但是每次挑这种小米辣就很麻烦，挑很久吃上一口就是这个味儿。我爱酸辣鸡汁。还有什么经常点的菜？金钱蛋，它那个腌笋腊肉也好吃。这三分之一，你是一半，三分之一，绝对有一半，没有一半，你一会儿就会吃掉一半。我今天目标是把一碗吃。一会儿这个拍完照了以后，切一切分给公司的同事们。可以自己留一块吗？你都吃完一碗米饭了，你还要吃蛋糕？嗯，再吃两个鸡蛋就结束了。不行。吃鸡胗了，别吃了啊！不许吃了！你这样不让我吃完，我晚上又要吃。我这特意买的是吹不灭的蜡烛，可以吹灭了。这是吹不灭的蜡烛。快点，你洗手，不要再吵。你真的？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是一个非常淑女的一个造型。今天的人设是？今天的人设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公主。一个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笑笑。笑笑他们笑话我，我也不笑了，我说说。爱你不舍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我呀，爱你对直播绝望不肯哭哭一场。我是兔兔小淘气，爱吃糖果巧克力，为什么感冒会流鼻涕？这个秘密我居然住在幼儿园。为什么我们要过年？又为什么过年贴对联？它是有些细节的。哇，这好可爱！那手还可以动，太可爱了。然后有细拼的等级的升值，全能烛光达人，凡凡所向披靡等级，为你递上我们定制绶带和宝贵的公主套装。我这一套真的蛮酷的，我先放在这儿。等一下，这个我真的非常喜欢，真的喜欢晕了，兄弟们，别管了，今天就是真公主啊。稍微缺了点小，但根本不影响，根本不影响我的优雅和美丽。那么，就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环节了，我们要给我们的公主送上今天的生日蛋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